可怜、啊，那么凶哦、喔！有人跑了，前方に敵がいるよ。没看到，看不到。对，有过马路，另外一队是不是？装那个刀杆的，对对。我被冲了。那、啊、左边怎么办？哇，左边来了。对对往前走啊！左边哪里啊？往前走还是打左边？左边在走。打左边啊！打左边、啊。那边怎么打、啊？右边我顾啊，另外一边我顾。这边怎么打、啊？怎么打、啊？靠围墙吧，我不知道怎么打。哎、欸，另外一边死亡，死完了、欸。欸、我拿到一颗头了。哦，左边是打气。哦，我把另外一队打掉，我把 D 队打掉了。确，我们后面身上有。你刚又过马路了，有人过了另一边马路了，从这边到另一边。你那里有人哦，你们那里有人哦。我在这里耶。吴少宇，吴少宇那里，吴少宇那里。对，我这里有人。吴少宇在哪？哎、欸，吴少宇你太远了啦。好了，我跑过去了。我觉得有人要上山了。我觉得你要死了。再不跑来不及了，来着。对，快来不及了。人在哪？山上了。山上。你？我刚刚看他跑到山后面，应该差不多上去了。哦，没看到哎、欸。刚好没看到山上的人。自由大家。自由大家。奇怪，刚看到他跑山。他没有，他没有上。没有，山上没看到人啊。嗯，他没有上去。妈了，哎、欸，有人来这边。前方に敵がいる。也在那边，一百发。嗯哼，我看到了。不算你看山上、啊。看到，看到。这个人挺高，两个人。那里两个、哦，那里两个、哦。对对对。咱们过来再打吗？还是好，等他们过来。还是舔包可以直接打，舔包打倒就打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他们跳过来了。以打倒为主啊。死光了、欸！哎、欸，怎么死光了？我们一人打一个、啊。吴少宇打另外一个。那就死光了，直接全灭。两助攻是怎样？那也是挺厉害的。他回去填包啊！哦，我第一个打的是哪一个啊？不知道。干！本包。你打的哪一个？回復アイテムをください。我在没颜色的捡到一把。吴少宇，你是哪一个？你要红的还是粉的？他应该是你选一个。头附近，你选一个。那我红的。好，我没有头。哇靠！哇靠！我靠！那这把给你，我在隔壁空的捡到这把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我想说，我没有那个、啊，有没有那个叫什么？不是那个叫什么？高爆弹给一点，高爆弹给一点，什么高爆弹？没空的吗？七的，七的，这样够了、啊。我燃烧，我燃烧，我燃烧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吴少宇 ，MG3 捡一下。好。我另一把，我另一把独眼神 M4。我另外一把破神 M4。你去捡啊。嗯打那个掉一个独眼神，说他们精致妹控哦，精致妹控是他拿的，我知道怎么不捡。什么鬼啊？左边那队在哪？我不知道要去吗？我会被阴掉？不会啊。哦，底下什么垃圾啊？地上是垃圾是什么？半甲，好可怜哦。最看不起这种随手乱丢垃圾的，到底是谁啊？
另外都跑了啦。学校见。呵呵，呵呵呵。对呵呵。欸，我的甲好像扣了五滴血。欸，不对，被扣了45滴血。为什么？欸，哦，他是打到我的头欸，欸，我甲没扣血。我头也没扣血。我知道甲被扣了，被刮了45滴血。我是我甲还是新的，但是我头被打了。甲板是1600对吧？1600。嗯。完了，被扣了40。甲一山上欸。怎么这里有包？在里面吗？这肯定是啦。继续点，你继续点。我还自裁一波。为什么不见了？没枪声了。独眼蛇的伤害会不会不够啊？不知道哎。独眼蛇的效果是什么？爆头。对啊。还有什么降低开火声音而已。你就爆头。我觉得后坐力也会变小。后坐力不是钢铁吗？是吗？好的，是不是？不知道哎。没看到，那进去吗？我先过去剧院，先去剧院吧，都没人了。啊，还是我听你小步啊。剧院有人，剧院有人，确定180，直接去剧院。你们直接荡过去没关系，我直接荡过去。你剧院有人，剧院有人。听到的吗？为什么没听到？听到的，因为我刚刚走过来一点，走比较近一点，没听到。两个以上吧。嗯哼，他们跑那么快啊？对啊。看这里二楼一个。マークに向かって。打二楼吗？也在二楼。前方に敵がいる。二楼还有一个。又倒一个二楼的吗？嗯，钢铁的吗？一个蓝蓝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还有。哎，我烧死了，我烧死了，我烧死了，死光了，我烧死了。还有。死光了，烧死了。他都倒了耶。没有啊。死光了。哦，这里还有。他丢东西哦。在跑啊，逮到你咯。啊，这不是我的包。这是我的包。我的不是这个。啊、这是我的包，这是我的包。你们应该不会想要五级包吧？有人没有六级包吗？可以给。耶，我杀两个欸，好爽啊！为什么火都丢不到人？可恶！因为我已经看到人在哪了、啊。我也是看到人在哪啦、啊，我也是丢很准啦、啊，就是直接丢人脸上。高爆弹是五级包啊，五级包它五级包跟高爆弹很贵啊。看你会不会拿钱去买高爆弹啊？不会啊，现在不一定现在高爆弹好像很多，算了不要。这边602颗有人要不要？太多了，捡不起来。我想要那个，干，那我捡啊！
完全捡不动欸，这什么小600颗吐了。欸，吴少爷，这还有480颗给你好不好？我不想捡，我捡不下。捡不下，好多大胖子，一群胖子。吴少爷捡一下吗？他是不是也捡不下？ここに物資がある。他捡不下欸，吴少爷捡不下。那我把那个好了。原来吴少爷也有今天啊！我要不要把那个啊？我要不要把5级的东西全部丢了，然后去换子弹？我捡，我会捡五级的。你可以丢了，我可以把你5级的东西吸走，然后把子弹吐出来就。5级就算去卖也是赚吧。5级我不清楚。那个小包包可以带，那个小包包可以装更多。我捡走了啊。撤了吧，我不想打了，太肥了。嗯，装不下，太多东西了，装不下。他有没有多的子弹啊？说真的，欸，这还有5级包欸。啊，我说这个5级包，你们应该不用吧？还是你要？我捡啊，我想一下。背包10个空间才卖10000而已。干，捡不起来，等一下。我想一下，100点空间，那我要挪80点空间出来，80点空间是几个字啊？20是7，200是70，100多颗。欸，等一下，哼哼，哟，好险！哎呀，ここに物資があるよ。为什么不能在那里跳？把我子弹吸啦，那个箭走。谁呀，啊？好过分哦！我从488变678。看我在调那个欸，你知道可以？我在超重，然后你他妈偷我子弹，害我超重，超时刻。我他妈在调超重，然后你害我只超时刻，因为你把我子弹吸走了。我还是不会超重。我差。那你重新再跳。对，我要超重啊！我想超重。去！啊！我看你可以超重多少。啊，我肯定点不完，你给我超重一下。有时超重要调数字啊！干，我现在要跟重调一次。哇！看，100，550。真的可以操纵吗？我要来试试看。哎，哦，真的可以欸，它操纵12了欸，就可以啊，所以要调哦，那个东西调越精准，你操纵越多。饮料呢？饮料借一点。所以它我要留80。再丢两罐，然后丢一点弹，丢一点空间2发吗？捡。哦吼！我超重25哎，好爽啊！还是可以超重更多。哈哈，我超重75，好爽！吴少爷，这是给你。好渴哦！好爽。超级恶心！我操纵了3个假的配件，你们懂吗？走了！舒服。哎，欸，头盔5级欸，欸，这怎么没人要？拿来啊，走啊！哦，你在操纵？我没有捡啊，我捡不下了啦，我操纵70几个屁
哦！我要走了。哭哦！你敲中75，你让我捡了，我等一下还要重调配重。啊，遇到人要打吗？如果遇到人，好像不能不打。实在想不掉。超重的定义就是，你比如说你的甲是100点空间嘛，六级甲，那你那个75点空间，就是你最后一个，你剩背包剩100点空间的时候，把那个甲捡起来之后，算进去的空间不会，就是你捡起来里面的空间还是，就是不会给你算，就可以超标了，就是可以超重。不懂，你说甲100点空间吗？那你要怎么操纵？对，然后你的包包有650点空间嘛，那你就把它调到这550点空间的时候，你的甲100点空间，但是里面还有75空间的配件。哦，但是那75空间的配件就是，你就直接捡起来，你就可以捡100空间的东西起来，然后就操纵75点空间。然后枪也是，枪的配件都可以。哦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么运作的，好爽，疯狂的操控。怎么不见了？他小，你没捡起来吧？我捡进去了啊，但是他不见了、欸。小，你的甲被吃了，我的甲还在啊，我的甲还在，还多了三个配件，为什么你消失了？你看一下你背包，你背包里面没有吗？没有啊，我背包空的啊。可我刚才看你捡起来了。我说你的在你的仓库啊。我仓库是空的没。沙小。为什么你会被吃？那你背包是满的吗？我都不会被吃的。我背包是空的没。我没有被吃哎，为什么？我都捡回来了。沙小。妈坑人哦！我被这困了，有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吃这样，搞了。反正五级的没差了，不是你这样就白操纵了。对，而且我还被坑了。对啊。可是我天赋不想捡背包哎、欸，你们天赋捡背包吗？之前还是现在不捡，我现在也没有点了，就没那么贪了，对不对？还是捡个开镜聚焦吧。时光懒蛋，什么时光懒蛋？初心不变。什么懒蛋？什么时光懒蛋呢、啊？那光小，这一年我们一起欢笑，一起感动，一起度过了很多日夜，很开心跟你一起度过时光。往后也请多指教。白痴哦、喔！啊，你还没好是怎样啊？还要多久？哦，要开始了。没有说那一位老哥，想说那一位老哥，他也在物种。
他的物什么？他的哦，他的那个东西。他的甲。很难过，我懂。太难过了。我都懂。你不懂。